啊？啤梨。嚇？啤梨嘅。咩話？啤梨。收工添喎，專休，去到尾。喂，頭先嗰位阿哥啊，洗手先，好啊，洗手啊。我聽過醫生講啊，冇水先至噴㗎啦，有水去洗手，快啲洗手啦，唔好懶啦，我等你啦。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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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熱親啊！開住啲麥先啊。上次嚟幾多月咧？啱做主席，即係啲人都未俾人拉佢，未俾人拉上入去。而家係咪度日如年啦？而家真係一哇死佢多咗嚟咗遲咗幾個月，多咗好多條皺紋同埋白頭髮啊！我掹嘅，我白頭髮，所以叫掹嘅。我係唔會容許佢出現。得未？喂！你得未啊？你又話一分鐘，你咁鬼多架撐緊你，好機就準備啦嚇，等你整埋先啦，唉，怕咗你啊，不如慘俾一個人做咗，好搞掂係咪？嚟 ，Monkey， 企喺前邊呢度，影幅相先，嚟，喂，多謝曬阿盧健熙主席，即係民主黨主席啊，唔係南區區議會主席，多謝阿盧健熙，阿 Monkey 上嚟我哋嘅節目嚇，多謝，放喺嗰邊先。
多謝曬，多謝。好，我喺中間，多謝曬，多謝。好，我望下呢邊啊，多謝曬劉建熙上嚟我哋嘅節目，多謝曬。呢度啊？你又再望。呢度都望。我再望，好佢曬。好。好。好好望下呢度，搞掂曬未？好，再望下。好，多謝曬。誒，清楚清楚。同阿敏兒大個咪啊，阿 Glenda。唔該。開開咪。帶緊咪咧，就請你哋介紹下自己，因為有啲我都唔識噶嚇。由呢邊開始，呢位。我係信報嘅。信報。看中國。呢度。TMHK 即係真嘢嗰個係咪啊？係。後邊嗰個咧？啤梨晚報。啤梨晚報。大紀元。大紀元，喂小姐，嚇？獨立媒體。信報嘅。信報呢個 RTV 呢個咧？啊！藍組，藍組，拋天命，立場 ，RFA， 希望之星 ，Now TV， Now， 拋天命，啊！東方好，多謝曬大家，準備未？我哋等下 London 登咗賽波，係冇咗一個，冇咗蘋果。真係慘啊！真係懷念蘋果。我記咗嗰日同阿 Martin 食飯。係咪啊？係啊係啊，懷念佢啫。有我都有同阿 Steven 食飯，都唔記得咗影相。得未 ？OK， 準備。歡迎大家收聽收睇《議會內外》，我係劉慧卿，今日咧就。好高興，亦都係好傷心啦！又志在請到我哋民主黨嘅主席，亦都係剛剛辭去咗區議會職位嘅羅建熙上嚟。咁傷心，因為而家咧就真係太多傷心嘅新聞。咁但係咧，今日咧好高興咧，就見到好多傳媒朋友咧，就真係嚇高朋滿座啊嚇！咁我哋希望咧，香港嘅傳媒生態咧都要繼續，即係唔好因為蘋果咧。消失咗咧，我哋就冇曬啊新聞自由、表達自由。咁啊，嘿 ，Monkey， 多謝曬你嚇。多謝姐。頭先講話。上次上嚟嘅時候。都唔係好耐啊！佢做主席之後又即係做我哋民主黨主席又揾佢嚟。咁我問佢係咪而家多咗啲白頭髮同埋多咗啲皺紋？佢話佢掹曬啲白頭髮咗。咁你咪遲早變咗光頭？咪白頭髮我不嬲都掹嘅，不過啲人成日話掹一條生三條咁，但係唔緊要啦，係。但係呢。呢幾個月是十分多變化嘅，即係我諗我上次上嚟你呢個節目咧，我諗我哋啲即係阿挺啊允佢哋應該都仲未入去，仲有好多其他啊人哥嗰啲當然又入唔入去啦，咁而家就我連個身份都少咗個啦，即係區議會個身份都冇埋啦咁樣，咁所以個變化係真係好大。咁即係上次嚟仲有蘋果啦，當然都仲有蘋果啦，梗係嚇，即係今日嚟嘅都係好多嘢，即係嚇。周圍都樣樣都同你傾下㗎啦，不過首先啊講翻你自己辭任嗰個區議會作為主席啦，就唔做區議員嗰個你係咪同啲黨友大家傾出嚟一齊決定㗎？因為我睇到民主黨好似唔同人又唔同時間話辭嘅，咁你又好似比較遲啲嘅，咁你哋係咪大家都知道你會辭，大家傾抑或係成個黨有一個睇法，抑或唔緊要喎，你哋自己中意做咩做咩啦咁？我哋其實之前同啲區員都傾咗三四次嘅，就住呢一個題目。去到最近一啲比較好似確實啲嘅風聲出現嘅時間咧，其實亦都另外再傾多咗一次啦。咁嗰個嘅大家個結論都係其實，因為實在好個人嘅，個好多決定，即係究竟每一個人屋企嘅情況係點樣啊？佢背負嘅經濟情況又點樣啊？佢對於未來嘅政治環境個睇法又係點樣？
很多個個都不同的因素、不同的考慮，所以大家都是話個黨係唔會即係強制話大家一定要做個點嘅決定，咁就容讓啲區員自己去選擇啦。咁我當然即係我自己去做個決定嘅時間，我作為黨主席，咁我係唔可以唔睇個黨嘅因素啦。咁所以喺我自己去思考呢個問題嘅時間咧，其實我諗我由兩三個月前第一次有啲咁嘅風聲出嚟嘅時間咧，我係一路都覺得自己係會俾人 DQ 嘅。咁所以我其實喺度已經計劃咗一啲，如果要 DQ 之後有啲咩工作我係要做，即係喺個區裏邊嘅工作我係要做。其實我一路已經有啲咁嘅規劃。咁去到最近一啲風聲出現，然之後有啲黨友佢哋各自有一啲取捨去做咗之後，咁我就會我自己個考慮就係我盡量褪後少少，即係唔好好似我帶頭去做某啲決定，就會影響到黨友啊。主席佢話留即係好安全啊，咁樣大家就覺得啊就一齊留啦。又或者啊主席話走喎，喂咁即係好危險喎，大家不如一齊走啊咁樣。我唔想有一個咁樣嘅效果出現，因為我自己都唔知道究竟確實嗰啲風聲帶出嚟之後嗰個風險究竟係有幾真確，有幾巨大。所以我個決定係比較遲少少嘅。喺個過程裏邊，其實我同一啲唔同嘅黨友有傾過啦，即係冇辦法同所有人都傾啦。但係我諗我自己都嘗試去同唔同嘅黨友有傾過嘅。咁然之後最後去做個決定嘅時間就係星期六夜晚、星期日朝頭早咁樣。咁我做咗個決定就係希望即係都想即係有一個嘅決定咗之後，咁我就知道我將來嗰條路係點樣行，有個確定性。咁我就做咗個決定，然之後就再通知啲黨友。即係會唔會有啲會覺得哇？你都唔同我哋傾，你又即係咁樣做咁樣嚇？尤其是你話開過幾次會啊嘛。我其實都有一啲對黨友我自己都有啲愧疚嘅，即係我覺得作為黨主席係冇辦法可以同即係有一啲繼續留低嘅人去一齊去作戰到底咧，我自己都有啲係唔開心嘅呢一部分。亦都我相信即係可能有啲黨友都會覺得啊，因為我喺禮拜。那次開最後一次會就是星期四，在那次會裡面其實我就自己沒有很強烈的表態說、我就一定會留下或者我一定會走樣、中間可能有些因為其實我自己在由星期四到星期日中間其實都三番四次在想、我不如留下不如我走不如留下不如走，其實是自己都有很多這樣的 back and forth 就是來來往往這樣，所以我係即係的確係未能夠同到黨友去講到我自己會係點樣，我係冇辦法事前講到係點樣。咁呢個我覺得係抱歉，亦都但係當然我覺得呢個係我冇辦法可以梳理到嘅一個情況。我相信有啲會覺得即係話，如果大家一路傾落咁樣就即係唔係話你帶唔帶領嘅，但係即係你有個睇法係應該同大家分享咗。咁你中意走咪走，你留就留，即係但我會咁做啦。咁啊，大家會知悉，就唔係當你發生嘅時候咁講啊，係咩？嗰日開會都冇喎。我明白啊，這個我都聽到有些黨友有跟我說話，即是他是傳回一些訊息給我說、有些黨友是、覺得好像星期四那晚談的、那個、你的情況都不是這樣的、會不會突然有些轉變了、我之後我都會再去跟即係佢轉達訊息嗰位黨友，我都會再揾翻佢，係咯，解釋下俾佢哋聽啦，傾一傾，係。咁其實你係寫一封信俾林鄭嘅，係嘛？咁佢梗係冇回信啦，係嘛？冇啊冇啊，暫時都未有，我唔知道會唔會有。佢喺空氣就講咗好多，其實我都歡迎佢嚟呢個空氣度講下嘅，因為佢周圍都去嚇。咁但係即係你覺得政府佢喺空氣度講有啲嘢，好似嘗試答你，因為有啲記者都攞到你有啲問題問佢噶嘛。他最好笑的就話，即係舊時話我哋冇回鄉證嗰啲咧，點解咧？佢就話你心知肚明啦。我最記得嗰次李華明 Q&A 喺立法局鬧到佢死，咩？我心知肚明乜嘢啊？即係而家佢都好似講到你哋心知肚明啦，你哋要辭職，即係你點睇佢咁答咧？我第一樣我覺得本身呢一件事咧，即係如果政府覺得係好莊嚴嘅，宣誓係好重要。區議員的職務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宣誓的新的條例去框住這些區議員的宣誓。如果你是這樣的話，你就應該用一個很莊嚴的方式去宣布這件事，同埋話俾人知究竟實際上政府是諗住點樣去做。喂，大佬，你例如你講僭建都好，你都會話俾人知究竟咩嘢叫僭建，你幾時咧就應該要去屋宇署度登記。如果你登記完之後，你有幾多嘅寬限期俾你去拆嘢？即係僭建啫喎，
都係好嚴重嘅事嚟嘅，咁但係即係都未去到宣誓咁莊嚴。但係如果你覺得嗰件事係咁莊嚴，而你又唔講清楚係點嘅話，就容讓呢啲不停嘅一啲風聲喺度傳來傳去。你呢幾日仲係咁話要打擊假新聞又乜又乜，咁你佢係打假新聞最大來源啦。即係我覺得佢嗰種，即係我覺得係你俾人見到政府其實佢我寫完封信之後，記者朋友亦都我諗三番四次追問過啦，不論係阿徐英偉。不論是李家超定係林鄭月娥本身，都出嚟答過不同嘅嘢，都是繼續維持住嗰種模糊的狀態，不願意去講清楚究竟實際上政府是想點樣做的。咁你就知道呢個其實呢種咁嘅模糊就是政府故意為之啦。咁你我覺得呢一種咁嘅情況，咪即係更加令到人覺得呢個政府係好失信咯。即係當然，我懷疑香港人對於個政府都冇幾多信任㗎啦。咁但係再一次再做嘅話，咪再一次話俾人知嘅，其實我哋真係特登模糊啲，特登嚇你班人。佢今朝有個記者會啦嚇，開行會之前，佢又唔係模糊喎。佢話我哋而家仲要釐定緊係點樣搞。哇！喂，大佬啊，叫徐英偉啊，或者邊去釐定緊啊？即係有啲都未。五月已經通過咗法例。係啊，而家仲釐定緊，然後就話啊，你自己知啦，你梗係真係未必講得咁俗啦。身有屎啊嘛！即係如果喂，如果唔係你點解就即係嗱？有啲市民都會咁諗嘅，你解下俾市民。喂，羅建熙，你唔係有嘢，你做咩要走啫？你成日話我唔想有啲咁。不明朗，喂，做人生就不明朗噶。你頭先坐低都講咗，呢幾個月都拋到個個都暈曬浪。咁咩咁不明朗啫？啲市民話：你好地地，你做乜要走啫？我諗其實我諗嗱有幾樣嘢啦。嗱，嗰啲風聲傳出嚟咧，就有咩幾條越嚟越多啦啲紅線，我唔知而家實際上幾多條啦，係叫紅海啊，而家即係而家佢有好多唔同嘅規則，佢聲稱個風聲聲稱咧就係政府會攞嚟咧去界定邊啲區議員咧就係符合嗰個區議員嘅宣誓嘅一啲條款，就係咧你有中咗邊啲你做過嘅嘢咧，你就係中咗個所謂負面清單咁樣。咁對於我嚟講咧，即係一開始47人案，你去初選其實。我已經不會覺得那件事 是應該會被國安法拘捕的了，即民主派去搞初選不知道搞了多少次了，是不是？那你現在你一夜就拘捕了47個，總之所有參加的人都是犯法了，這樣這件事本身已經不合理。然後你現在政府就說你有協助過個初選的人，那你都是不會符合到那個宣誓的條件了。那你不符合宣誓條件又通過不到宣誓了，那他就會去追討回你之前那年半做區議員的一些薪津啦，一些嘅實報實銷嘅開支等等啦，風聲啦，即係政府唔肯話佢唔係嘅風聲啦，係一個好願意打擊假新聞嘅政府，冇話嗰啲係假新聞嘅風聲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嗰個風險其實就有一部分就係呢一度啦。即係我當然你即係你承受唔到啲風險。我覺得其實咧如果去法庭打嘅話咧，因為佢如果要追錢咧，係都點都要經法庭嘅，我相信。我係覺得我仍然對於香港嗰個喺呢一部分嘅法庭咧，係我係有信心嘅，即係因為實在震盪太大啊！對於香港成個制度，如果你話哇定咗一啲新嘅法例，定咗啲新嘅一啲對於效忠嘅定義，然之後你係可以追溯翻2年前佢宣咗個誓，哦咁佢就唔效忠啦。即係其實我係可以睇住某啲人做咗某啲決定之後，我立一條新嘅法例，就去將佢過去。在法例底下是同意了的事是否定的話呢，然後還要再追回他錢，我想這件事在香港的法律制度底下呢，我看下去呢都是暫時呢都應該法院是即除非他最後又要釋法啦，是啊，那為什麼你又走呢？如果法院我自己其實對於我來說那個破產的風險不是最大的，即是我覺得破產咁咪破產咯，係即係年青，即係都唔係年青，即係30多歲中年人啦，步入中年嘅人，咁都一定唔係好事，但係唔係一個不能承受。中年喂，阿羅志剛話60幾歲即係中年喎，但你一減咗一半，有冇搞錯？40歲啦，就嚟40歲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嗰個風險唔係一個不能承受嘅風險嚟嘅，對我嚟講，但係我亦都唔係好想自己。是要去跟他打那場官司，即因為你要去行這個法律程序，你要跟他打官司其實都是很磨人，可能你要2-3年的時間，
然後你可能要使啲律師費，當你打贏咗嘅就使啲律師費。但我覺得如果我要去將啲錢使喺呢度嘅話，我嗰個 certainty 或者我想要嗰個確定性係啲咩？就係我預期我將嗰筆錢我擺喺度打官司嘅，我不如我攞嚟做區我自己條氣仲順啲。咁你會唔會其實建議其他民主黨區議員都好似你咁咧？我覺得每一個人真係唔同選擇啦。即係自己諗。係啊，即係個個人都有自己嘅取捨，因為我自己係有一啲同我啲南區嘅同事附近嗰幾個區同事，其實一路呢幾個月一路已經諗緊一啲大計。點樣可以再做得好啲？係即係喺冇係啦，冇資源底下俾人 DQ 啦，我哋都可以繼續做好個區嘅工作。咁其他區議員咧，即係退咗落嚟嗰啲黨又點樣會支援佢哋繼續做咧？而家佢哋都每一個區我聽翻嚟咧，其實大家都係好想係繼續喺區裏邊工作嘅，即使我哋辭咗職都好。係啦，咁點做咧？開始而家就大家有一啲就揾翻啊，有冇啲其實大家各自成立咗一啲組織係可以去運作到嘅咧？又或者會唔會有一啲嘅地方係唔係房署鋪，又唔係政府嘅鋪頭咁？總之唔係因為你離咗任就要即刻收翻嘅。咁有冇嗰啲鋪頭？有冇嗰啲據點基地係可以即係令到我哋嘅地方？因為其實應該可能已經租緊嘅啦嘛，我哋。即係你去租嘅，你唔係叫人哋免費俾你嘅。係啦，梗係啦，係啊。咁會唔會有啲地方係我哋可以繼續喺嗰度做一啲地區工作嘅一啲據點，係可以繼續去發展我哋地區工作？錢就當然黨係盡力去支持啦。咁但係大家都明白，黨而家我哋都仍然係即係處於一種好，我唔敢話好緊絕。但係都唔係，都係緊住嘅。但係即係當我哋去面對將來好多開支嘅時間，其實都明白嗰個困難啦。咁但係我覺得係有一啲基本嘅地區資源，其實我哋一路以來咁多年以來都係一路會擺落去，會放落去個地區裏邊去做地區發展嘅工作嘅。咁我哋嗰啲我哋就會盡我哋所能，就盡快去批到落去，盡快係容讓啲區議員或者離咗任嘅區議員係可以用到嗰啲資源。另外我哋都。另外再傾緊啦，係咪有一啲空間去再撥多少少，令到例如你話真係有啲各個區係自己係想發展一啲組織，係繼續做好地區嘅嘢嘅。咁我哋係咪可以有空間係配對到落去，或者係真係可以資助到落去，令到佢哋係有空間去發展到如果佢例如佢真係爭一筆開始工作的時間，佢有一筆開拔的費用是需要的，是不是我們可以支援到那部分呢？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會談的。你現在這個經驗我當然沒有了，但我們都有個經驗，就是要下了台，即是97年我們不去選臨時立法會，就說不過是說清楚的，即是一年然後就一選，我就想著散檔，我的義工說沒有啊，我繼續哪有錢，咁咪籌錢咯，咁樣咧，我就走去一個人去北大街，我一日唔知禮拜三、禮拜四12點做到7點，一個人拿個麥、一個台、一個箱，12萬幾。咁又過咗兩日咧，落去喺銅鑼灣崇光門口，又係咁樣，又係12點至到7點，16萬幾。兩日咧就30萬咁滯啦，咁咪已經夠曬錢搞辦事處。咁我相信咧，如果係有市民嘅支持咧，即係最緊要佢唔會話你洗黑錢或者咩啦。我相信呢個係唔係問題嚟嘅，即係市民要知道你做咩嘢，佢亦都覺得係值得做。雖然你冇曬議會嘅職位，乜都冇，但係你想租地方，你想請職員，我覺得係即係民主黨係值得做咯。咁所以就即係，但係我哋要將個信息傳出去，同埋人哋會覺得係喎好嘢。我又聽到你在電台講，又話好似話同啲街坊開會網上，然後又話不如你哋一人一個月夾12萬蚊啦，唔係1200蚊啦，係咪咁啊？又我哋而家因為其實喺南區，我哋有幾個區員或者叫前區員，我哋就做緊呢一啲工作啦。我哋係我哋有幾個 office 嘅，因為其實我哋有7個議員本身。咁另外嗰6個其實就早我2、3日就辭咗職，跟住之後我就最後一個民主黨喺南區區議員。有2、3個 office 咧，其實大家都係想繼續維持住個工作嘅，即係一個喺華富，一個喺利東。我哋希望即係例如説，如果我哋個辦事處嘅營運係要20000蚊咁樣計嘅話咧，咁樣會如果每一個人佢係願意捐100蚊嘅，咁我哋需要200個街坊啦。
如果每一個人係願意捐200蚊嘅，其實就需要100個街坊。其實我好相信咧，即係民主派，我哋喺2019年嗰次選舉有咁多人去投票支持我哋咧，總係有啲人咧係願意去支持我哋繼續去做好我哋工作嘅。我亦都相信咧，即係例如我自己咁樣計咧，我喺2007年已經第一次參選，雖然嗰次選輸咗，咁但係我2011年啦、2015年啦、2019年咧三次都係當選嘅時間，我相信我嘅工作係得到居民嘅認同。而我亦都覺得啲居民咧，即係起碼我初步同啲街坊傾啊，或者初步開始我哋一啲，我已經開始咗網上一啲 Patreon 嘅籌嘅，即係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嗰啲啦。我覺得初步大家係願意去支持呢啲咁樣嘅地區工作嘅 project 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每一個區每一個市民都可以望一望自己區嘅區議員會唔會有一啲類似咁樣嘅計劃，有啲咩需要，大家可以支持到佢哋咧。其實我係好相信。民主派的聲音，就算你話唔係喺議會入邊，我哋喺地區裏邊，其實都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到。係咯，我相信即係個信息要傳俾社會聽，因為好多市民又打電話電台，又話死啦，定係冇人幫我要做嘢啦。不過咧，即係就算你揾到錢嚟開，咁但係當你有咩求助嘅時候，你去同政府講，咁政府話：喂，你係乜水啊你嚇？咁你覺得會唔會困難呢？你又唔係議員，你無端端代咗個街坊寫封信俾我，我使唔使答你啊？我覺得咧就當然一嚟都好睇政府啦，咁啊二嚟即係最高層咧就大家唔會有啲咩信心㗎啦。咁但係我諗我哋過去嘅經驗就係喺一啲地區層面咧，其實好多部門都係願意去聽嘅，即係其實。有些最簡單的食環署他要去掃街或者要去有些地方清潔這樣，你人告訴他之後他還高興不用煩，是不是？他不用自己去周圍找有哪裡 有問題。所以即以往呢我想我們現在可能就是再高一層，你123高一個層次，就是我們知道要去找什麼的部門，要去找什麼人去最直接可以解決到那些問題。咁我覺得呢一部分對於啲居民去處理問題咧，其實係或者處理佢哋嘅訴求投訴咧，其實有幫助。就算我哋去一啲例如話要攞屋咁樣，有啲申請公屋嗰啲困難，咁我諗我哋例如仍然係可以幫佢填到公屋嗰份表，即係本身我哋係咪區議員都可以幫到人填到公屋嗰份表啊？話俾佢知有啲咩嘅文件係需要啊？有啲咩嘅他的户口的資料是需要的等等這些，那我們是一些有這一部分的知識經驗的人的時間，我相信無論如何都會比普通市民自己盲中中不知道怎麼辦是可能會好一點，但當然我覺得最好的當然就是每一個市民都充權empower 了，然後他就可以自己做到那些事情，但是現在我覺得就未去到那個程度的時間，我們在中間仍然有這些角色，未去幫他當然是好，市民也很開心，即係最緊要咧，就唔好政府咧係走去，或者你話李家超又好邊個嚇落個命令，喂，佢班友寫信嚟，全部抌曬佢，你唔好研究佢啊，佢係冇身份噶，係冇資格噶，即係睇佢去到幾絕啦，嗬？睇佢去到幾絕啦，但係我覺得我相信即係咁，你話就算唔用我個名，咁我哋幫啲街坊，我幫啲街坊寫。我點解要理你陳大文呢？哇！咁呢個政府如果普通市民有求助，咁你都基本要回應噶嘛？但係你亦以為基本啦、啊，大把市民求助都唔回應，所以佢先嚟揾我哋議員啫嘛。嗱，而家呢單就唔知點收科啦，仲唔知拉幾多，會唔會拉啲區議員啊？亦都會唔會罰錢啦、啊？已經頭痕嘅又唔知多幾多條白頭髮。咁下一劑咧就係選舉啦，立法會。咁樣咧就梗係，民主黨就開會都講過㗎啦，九月嚇。咁啊，成日有人喺我旁邊講：，喂，你哋羅建熙係好贊成參選㗎喎。佢喺呢間電台都話，如果需要佢都會去選㗎喎。咁嗱，呢度唔係電台啊，不過有電視喺度，你再講清楚啦。你自己點睇嚇？你係咪想去選啊？12月。我其實我由頭到尾咧，我都係相信咧，呢個係應該係一個黨嘅一個集體決定。所以咧，點解一開始嘅時間我哋會講就係話要喺 AGM 要喺個會員大會裏邊去做決定，因為我諗大家都唔會否定呢一個對個黨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決定咯。一個咁重要嘅決定去到會員大會嘅時間咧，我自己就係會服膺於個會員大會嘅決定。所以即係喺而家呢段時間咧，我係一路都冇特別表過態，究竟我自己個立場係點樣？我亦都覺得未必係好適合去表態去講自己嘅立場係點樣。
但係我點解會出咗嗰句？即係你有啲收到嗰啲就係、是、咁。如果個黨有一個決定就係要去選嘅話，咁你話我會唔會去成為一個其中一個黨嘅 candidate 或者黨嘅一個候選人咧？咁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可能係其中一個啦。咁如果係咁嘅個黨係，點解大家會覺得？咁你覺得黨嘅主席咁樣都總即係你揀一隊人嘅啦。咁或者一個人都好，咁我相信個黨主席點樣都係大家會諗咗先嘅人選。咁你都願意去做？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黨係需要嘅，咁我咪披甲上陣咯。但係究竟實際上黨裏邊係咪有一個決定係會去參選咧？這個就係去到九月咯。但我自己會覺得而家你睇埋澳門嗰個情況嘅話咧，即係我覺得係就算我哋個黨話去參選啊，究竟係咪真係參選到我都而家就越嚟越有啲人咧，係咪可能包括民主黨啲人咧，係周圍去同啲人講要去選㗎，因為我哋要救啲兄弟，又唔知有冇救姊妹喎，唔知整乜鬼嘢喎嚇？係咪你有冇聽到呢啲？嗱，你係兄弟，咁佢實救你啦。係有冇聽到呢啲嘢咧？我哋咧喺黨裏邊，係咪有人走去周圍去同人講要救兄弟咧？這個是其中一個 argument 啦，即係唔係 argument 啊？我問你有冇聽到黨裏邊啲人周圍去講俾人聽啊？我有聽過黨裏邊係有啲人係用這個咧去嘗試說服啲黨友嘅。喂，你要選啊，唔係就救唔到啲兄弟啊！而家好多坐緊監啊！我懷疑咧，即係其實我有時候我同啲居民街坊傾偈咧，其實佢哋都會同我講嗱，除非你放曬啲人啦，如果唔係你唔好搞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咧。如果真係有一啲嘅嘢話到俾我哋知，原來真係原來真係救，喂你話，原來你話喂，原來真係會放人嘅喎，咁樣，我覺得啲市民反而咧就係叫我哋，喂咁你快啲，你救到幾多得幾多啊？我覺得啲市民反而係會到時叫我哋去思考呢個問題。即係如果真係有人喺北京出嚟講話嗱，你哋去選啦，選完咧就會放人。咁啊，另外，但係如果萬物逆風都冇人吹過喎，你頭先話要趕你哋出區議會嗰啲風啊，好烈喎。呢個話救兄弟啲風有冇人吹過啊？我就未聽過，未聽過。喺民主黨裏邊有啲人自己撥啲風出嚟嚇，咁有冇人信佢啊？我唔知有幾多人信啦，或者我唔知有幾多即係呢個風聲嗱，我當然聽過啦，或者唔係呢個風聲，呢個講法我當然聽過啦。咁但係係咪一個好主流咧？我覺得暫時我聽到就。不是一個很主流，即大家覺得我們民主黨是要做一些決定的，而這一部分究竟我們在籌的黨友是怎樣，我覺得這個 我都會視為一個我們考慮我們是否參選的一個其中一個會考慮的因素，但是同一時間我覺得我們都有很多其他因素要想，就是包括了就是究竟這個選舉制度我們是不是覺得是需要去參與，究竟我們去參與的時間我們可以做到什麼事，我們是不是可以真的代表到市民的聲音進去，也都是會牽涉到的就是究竟市民是不是覺得你是代表他去參選，我想這些不同的因素是應該放在一起去談，而不是說我看到有一個因素了就然後就放大那個因素就去討論那個因素。 我覺得 我一直以來我在黨裡面我希望的就是大家是一來我們不要怕，就是不要因為恐懼而去做任何決定，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的其中一個座右銘，即是大家如果看到我去做一些網上的訪問的時間，我背景永遠都是有一句話，就是 May your choice reflect your hopes, not your fears。 那就是 Nelson Mandela 的其中一句名言，我覺得這句是對我來說，我覺得這句是很重要，就是我們不可以因為一些恐懼而去做一些決定，因為你去因為恐懼去做決定的話，那些就是一些 panic call， 是通常都會中招，就是這些這樣的時候。有些人最近跟我說，他說劉健熙就真的很定的，完全呢是不會呢是震騰騰的那種，有什麼事呢很淡定的。那有些人又再說，他說喂，不是說只是救兄弟，他說你選不選，即是北京話有敬酒不喝喝罰酒，那你又很大鑊啊，你又叫人不要怕了，是否有些人又會說的這樣，這樣就更加厲害了。這個都是一種我會擺為一個
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一些因素，即是究竟他如何去看待民主黨去參與選舉這件事。當然 我相信或者我希望中央政府呢就應該不是那麼小氣 的政府來的，即參不參選我覺得有很 很多原因的，即不是說不參選就一定等於，你就要跟我對抗，即現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我覺得大家看定一點的局，因為這個其實都是某些黨友他們的想法，就是看定一點的局，都不知道接下來的選舉是怎樣，那就讓他們做一屆先看看啦，這樣都是一種原因，他們為什麼覺得今屆不應該參選，所以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當然如果北京是認定了，你不參選就等於你是搞對抗，那就一來就這個我相信不是，就是民主黨從來都是一個很願意去跟政府去溝通的一個政黨，就是由我想由馬田去到森哥去到阿達去到阿仁哥再去到你跟住去到智慧去到我，咁樣從來我哋冇任何一屆嘅中委係話我哋會唔覺得溝通係重要，每一屆中委都覺得溝通係重要，邊個在任嘅時間我哋都係咁樣講。但個問題就係，我哋都會希望香港人嘅一啲聲音，我哋對於一國兩制我哋嗰套想法點樣先至一個 work 得到嘅一國兩制，行得到嘅一國兩制，我哋都有我哋嘅想法噶嘛。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嗰套同而家中央政府或者香港特區政府嗰套唔同，所以咧你就係、顛覆啦，你就係、唔忠誠啦咁樣。咁我冇辦法噶嘛，係咪？咁但係我都係會堅持我哋嗰相信嗰一套嘅想法，就係、是、我哋覺得一個開放自由、一個多元嘅香港先至係對香港最好的一個未來。但是、究竟我們選舉與否、會影響他怎樣做決定、我覺得這個當然可能會影響到一些黨友。你做了主席這麼久、有沒有人跟你溝通、無論北京或者特區政府、不要說那些什麼第三者、什麼中間人，我說官員、那些有沒有人跟你溝通過、嘗試溝通？特區政府呢就真的都真的好似冇喎，冇啊！北京有冇啊？中央政府，因為我唔知佢哋嗰啲，因為你知佢嗰啲有啲係中間人定係官員，中間人嚟嘅，係啦，即官員扮中間人。你唔知佢啲咩身份嘅嘛？講真，佢冇話自己係咩身份嘅。我有接觸過一啲咧，佢係表示自己係有身份嘅，係啦。咁但係佢又唔講咩身份。佢都有講俾我知係咩身份嚟嘅。咁但係究竟佢係咪真係嗰個身份咧？其實我都唔知嘅。講真，咁但係咁咪聽住先咯。咁但係我覺得都有人同我講過，咁咪好咯。都有人同你傾，咁你又肯傾啊嘛。咁我亦都係講翻，因為其實我成日覺得咁嗱，即係當然你。我其實覺得我很多時候我公開的立場其實跟我在私底下講的立場其實沒什麼分別的，但是你他私底下跟我講的時候，我們都是會如實地告訴他我的想法是怎樣，或者我去怎樣去看待香港現在的情況，或者我會覺得香港市民會怎樣看現在的政府，或者怎樣看中央政府、那我就如實去講。但是、究竟他怎樣去perceive 我講的事呢，那我就真的、沒辦法知道。唔係，即係最緊要你公開又好，私下一定要同我講一樣嘢啦，就唔係好似有啲人一見人就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咁佢哋都唔會信任你啦，係嘛？咁我覺得即係嗱，民主黨就一路都贊成溝通嘅，啊，但係亦都要講翻我哋真係相信或者市民想我哋講嘅説話啦。咁啊嚟緊啦，唔知有咩事會發生啊？老實講啊，佢同我都唔知幾時仲可以喺度坐喺度講嘢啊！老實講，呢、這個世界真係都恐怖到不得了嚇。咁、唔緊要啦，我哋又唔係發放假消息。咁啊，多謝你阿希啊，咁你啊保重啊要嚇。多謝阿希。咁我黨尤其是係靠你幫手撐住嘅。支持曬我哋啲辭咗職或者未辭職啲議員啦，希望再有機會再揾你，即係希望大家都有機會啦，再揾你嚟啦。咁你哋都要撐住嚇，多謝曬，拜拜。好，有冇問題？快啲啦嚇，誒邊度？你喺邊度？信報講。你大聲要唔好啊？同埋頭先你講到關於即係黨裏面對於你即係忽然間咧兩位人士即係咁就少少意見啦。其實你感唔感覺到佢哋，甚至有啲人係覺得反感，或者只係想退黨咁咧？第一就是我到而家都冇辦法掌握最新的數字，因為其實這個決定，我諗對於所有人嚟講都係一個好困難的決定。即係我相信冇人係會好想走嘅。
即大家去參與咗個選舉，去參與咗區務，大家其實都係好想繼續去服務街坊，好想繼續去做好自己工作。但係而家為勢所逼，就係好多時候大家要去考慮唔同嘅因素。咁而呢一個咁困難嘅決定咧，其實大家我見到咧，其實一路大家都係有啲十五十六咁樣。咁正如我自己都經歷咗兩三次來來回回、反反覆覆嘅想法啦。咁所以我冇辦法掌握到一啲最新嘅數字，但係我可以講嘅就係，我諗我哋的確係大部分嘅區員咧，可能係即係一定係可以話係大部分嘅區員咧，我哋係應該都係會離任嘅。而我相信咧，已經辭咗職嘅區員咧，可能都已經係都已經真係好為數不少啦，係。至於我去最比較遲先通知到黨友呢一部分咧。我知道啲黨友有一啲唔同嘅想法係我聽到嘅，咁啊，正如我先講啦，我會去同佢哋再傾一傾啦，即係睇下究竟嗰個不滿或者佢覺得我做得未夠好嘅地方喺邊度啦。我覺得作為黨主席喺呢個地方有啲黨友係有唔同想法，或者覺得同我所做出嚟嘅行為佢係唔滿意，咁我覺得我一定係會向佢哋去交代翻。so far 咧我就未聽到大家不滿到一個程度話，我就要退黨啦，或者要彈劾呢個主席啦。咁我就未聽到嘅。咁我亦都感激啦，我啲黨友有好多都係好理解我去做一個咁嘅決定，即係所以現階段我就會去同啲黨友去，即係特別係啲我已經知道佢哋不滿嘅黨友，我就同佢哋傾咗先。咁然之後再睇下佢哋嘅情況係點樣，咁我就再做一啲交代。有冇問題？係呢度。Now， 大聲啲。因為依家都自尋日都至少有192個區議員已經辭職啦，即係元康嘅辭職都已經佔呢個接近六成啦。咁林鄭今朝就話咧，佢話即係政府考慮就確切去全面落實呢個法律要求啦，之後先至再處理呢個立法會運作嘅問題。同埋尋日譚耀宗咧都話，即係佢話佢聽聞政府唔會就區議會。咁你覺得咁樣即係剩翻咁少人對個運作有咩影響，同埋你覺得政府會點樣處理呢個運作上嘅問題？我冇辦法去估計呢個政府會做啲咩，因為實在估咗咁多次，然之後都跌咗眼鏡咁多次咁樣就，所以我冇得估嘅。但係我覺得如果政府佢之前講到區員咁重要，要搞到要宣誓啦，一定即係唔可以遺漏區議員，呢個佢哋自己講噶嘛，唔係我代佢講噶嘛。咁佢講到咁重要，而家圓通咗咁多又唔重要啦，唔使補選啦，咁樣咪又一次自打嘴巴。咁所以我唔知佢哋今次會開邊飯，但係咧法例上裏邊係寫咗咧係應該要去進行補選嘅。當然唔係話一定要進行補選，冇寫得咁死啦。咁但係我諗喺個法例裏邊寫得話你有議席圓空，你就可以進行補選嘅話咧，咁其實都已經有一定嘅要求，就係嗰個 default 嗰個預設的一個安排就應該是去做補選。我不知道他會用什麼原因去不做那個補選，即是疫情這樣又什麼都好，那你接下來又已經選委會選舉，又立法會選舉，又特首選舉這樣，那為什麼唯獨是區議會選舉才會受到疫情影響才不重要呢？那我覺得這個就留回政府去答。區議會的運作當然我相信是會受到幾大程度的影響，即是有個別區議會可能只剩下非常少數的議員，例如南區暫時就只剩下四個啦，不知道他會不會再有一些 DQ 又怎樣啦，究竟他選不選到主席啊，究竟他開不開到會啊，其實我都有些疑惑的，說真的。但係我所以亦都更加重要，就係我覺得個政府咪要應該安排補選咯。咁你咪去做翻曬補選翻曬啲人入去，咁你咪先至可以令到區議會運作到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政府應該要做嘅責任，但係佢做唔做或者佢點樣去安排，咁我就冇辦法估計。邊個有問題？呢度邊度啊？立場新聞嘅，咁見到即係目前有好多區議員都辭職啦，咁其實會唔會話有啲未辭職嘅區議員？即係辭職區議員嘅工作嘅交接形式咁樣咧？我哋咁多即係嗱，我唔知道其他區個具體情況係點樣，但係例如南區咁樣計咧，咁我哋其實都合作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即係我自己個區議會就已經我由2012年開始咧，到而家9年幾啦，咁所以有好多工作咧，其實我哋係都可能係需要繼續同個區議
而家仍然喺度嘅區議員咧，係有啲合作去做嘅。但係具體你話點樣去做咧？我相信大家就真係未好仔細去傾。但係以往當我哋唔係所有人都喺議會嘅時間，其實都已經係持續地有呢啲咁嘅合作。所以呢一樣就唔係一啲新嘅一啲事物嚟嘅。可能今次純粹可能個人係唔同咗，咁或者係人數會唔同咗咁樣，係一個咁嘅分別。但係我相信民主派我哋。最少我哋喺南區，其他區我唔知道，但我都希望應該係啦，即係會繼續去有一啲合作嘅地方。但係我自己即係亦都會相信咧，即係究竟仲有幾多嘅工作係可以透過議會去做到咧？其實呢一個大家都喺過去呢年齡其實都知道，即係政府去阻撓區議會嘅運作，已經係一個非常之明顯嘅一個情況。咁我最近嗰次上一次我仲係做緊區議會主席嘅時間，有一啲議程都係講下啲沙灘咁樣救生員嗰啲問題。我聽聞咧都係上咗去總部來來回回搞咗好耐，佢哋先至肯去批准，因為你講到救生員咧就牽涉到一啲佢聘任嘅政策啦咁樣。佢係搞咗好耐，佢先至容許區議會傾，嗰個係傾到嘅。佢係有代表有回應嘅，但係你點會想象？喂，我南區區議會去傾南區啲沙灘救生員嘅問題唔夠，係咪可以放寬啲令到或者可以放長啲開放救生開放沙灘嘅時間？呢啲咁嘅嘢你都會覺得係所謂有機會ultra virus 會越權，而佢哋係要諗真啲諗多幾次先至同意區議會傾，其實已經係好難理解嘅一啲事情嚟。咁所以嗰、那個透過個議會本身去做到嘅工作咧，其實係十分之艱要。但係我當然我唔會話冇，一定係有啲嘢係可以做到嘅。你去逼政府去做，你去要佢答問題，喺議會裏邊仍然可以做到。但係我覺得喺議會外，我哋同樣即係希望可以夾到而家仍然喺裏邊嘅議員，係將個區裏邊嘅工作係做得到做得好咯。下一條，東方，大聲啲。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九月距離而家其實都唔係真係好長時間，而且講真，即係我同啲黨友都有啲黨友問我，其實係咪要提早？跟住我都同佢講，其實咁你提早極都係爭幾個禮拜啫，唔爭好遠嘅啫喎。其實咁不如大家就不變應萬變，就即係等九月啦。反正都講咗咁多次，係九月就定咗九月算啦，好嘛？咁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呢一個咁嘅想法，就係覺得既然都定咗，咁亦都唔係即係爭好遠，又唔係有啲咩好緊急要即刻處理嘅話，咁咪繼續定咗九月，大家都係按住嗰個時間表去做咯。咁當然你話而家我哋有好多人係離開咗啦，個區議會咁樣，咁究竟係咪會影響大家同立法會選舉嗰個關係咧？我自己就唔會特別去 PM 其他同事佢哋點樣諗。或者是不是覺得你離開了區議會，或者我們有一個風險，然後就等於我們的人全部都是會反對參與選舉，我又不會這樣去界定或者這樣衡量。至於我自己呢，我正如剛才說呢，我到現在為止呢，我都相信呢，我是可以符合，我是應該要符合那些新的要求。參選資格。但是我不知道他怎樣去界定，我不知道他的資格審查委員會怎樣去運作，我不知道他會怎樣去定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做過的事情。所以對我來說呢，我仍然是很相信呢，我是一個可以，我是完全相信自己是可以符合到一個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呢兩個條件都係，我覺得我到而家為止，即使我辭咗職都好咧，我仍然覺得我係符合嘅。我只係唔知佢點樣去界定嘅啫。好，邊個有問題？佢頭先係咪仲有一題？就係陣間翻嚟到你，你喺邊度啊？我頭先都係講到啦，其實即係大聲啲。我哋南區區議會嗰邊可能會繼續有啲合作啦，一啲支持啦，
主黨，其他嘅地區都會都有類似嘅計劃，即民主黨會唔會統籌繼續點樣做啲地區工作咧？另外，而家民主黨換咗咁多區議員啦，對於其實成個黨嘅嗰個運作同營運方針啊、定位會唔會有影響同埋改變咧？第一樣嘢，我覺得即係其他區我哋。希望我哋都可以做到多少少統籌嘅工作，起碼我哋黨裏面、有一啲統籌嘅工作先，因為而家喺唔同嘅區，我哋都有啲喺地區裏面工作緊嘅同事啦，不論佢係區員又好，或者佢冇做區員都好，亦都正如我頭先講，其實大家係好願意係繼續去服務個社區嘅時間，我都希望我哋可以有一啲唔同嘅模式可以營運到出嚟，令到其他唔同嘅區可以有參考，可以大家互相去學習，有冇啲嘢係啊某一個區成功嘅，係咪有一啲空間係可以放到其他區去應用咧？咁樣，我覺得我哋作為一個政黨嘅話咧，其實就有呢、這、一個少少嘅優勢，就係我哋可以有唔同嘅 model 去試去營運，然之後大家係睇下有邊一個係真係比較好啲，就去可能未來可能就會多啲用嗰個模式，咁我覺得呢一部分嗰啲嘅統籌合作咧，咁我希望可以做得好啲。至於你話我哋個黨而家區議員嘅人數少咗啦，對成個黨嘅定位啊，我哋未來嘅工作個影響有幾大咧？第一，我覺得民主黨我相信咧，我哋黨友咧佢哋係仍然係話俾我哋知咧，佢哋好堅持我哋係應該係要作為一個政黨去存在。亦都係應該咧，無論如何咧，我哋都要盡量咧，盡我哋所能咧，係繼續存在喺香港，去代表香港市民去講我哋嘅想法。呢、這個我係聽得好清楚，我哋黨友咧係基本上都係一致嘅，係唔會諗解散。因為之前人咁樣問過，所以順便講埋，係啦。第二，我覺得咧，人少咗或者在任嘅人少咗。咁當然對於成個黨嘅一啲工作上面咧，可能個調整係必須嘅，因為呢個因應形勢而去調整一啲嘅工作咧，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好合理無可厚非嘅事。咁所以嗰個調整咧係一定會出現啦。困難係當然會啦，因為以前即係我諗就係一種大家。有區議員的薪金啦，亦都有一些實報實銷的開支，你係知道很穩定地可以點樣去用到嗰啲資源啦。咁喺未來的日子就係、是可能我哋冇咗一個確定嗰、那個冇咗嘅確定性，就係嗰幾萬蚊嘅實報實銷，你就要去籌錢啦，你就要去揾資源啦。咁呢一個係同以往比較咧，咁你就一定係辛苦咗，一定係艱難咗啦。但係我覺得喺香港，我哋如果係想繼續服務市民嘅話，艱難係唔緊要嘅。即係我自己都會覺得而家嗰個要去揾錢係艱難咗嘅，即係同以前比較。咁但係我會願意去嘗試去花多啲時間，就去諗有啲咩 project， 有啲咩新嘢，有啲咩可能我過去十年做區議員，因為實在太直接簡單啦，而冇諗過嘅嘢係咪可以都諗埋？我覺得反而係有一啲可能性係會發生到，都未定添。好，美國之音，大聲啲。其實都想問下咧，頭先有提到即係澳門保釋，即係澳門嗰個立法會個情況，你哋都會即係覺得民主，即係香港民主派可唔可以參選一部分嘅？其實呢一個即係澳門而家發生嘅情況，對於即係民主黨即係去決定即係九月係咪參選，十二月係咪參選，會有啲咩影響咧？咁同埋即係而家前辭職即係區議員前辭職嘅一啲嘅同步咧，其實會唔會影響即係個黨會唔會有分別嘅對呢個情況？我相信即係。我答咗第二個問題先啦，即係我相信呢、這、一個大家唔同嘅選擇都好咧。我係好感受到黨友之間對於彼此嘅理解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嚟緊嘅日子咧，因為咁艱難，因為而家日子本來就都好艱難嘅，呢幾個月都好艱難。咁未來再艱難啲啦，咁我覺得咧係反而會令到大家更加團結，一齊係去。繼續去做好不同的事，即以往可能大家在區裏面就各自，因為各自都有自己的資源，
咁可能我搞掂我區就已經 OK 啦咁樣。咁未來會唔會反而係啊？因為大家都好緊住，所以咧就要合作得多啲，令到即係我哋可以有一啲嘅經濟效益去做到個區嘅事咧咁樣，可能會令大家彼此合作多咗都未定添。所以我覺得對我嚟講就係、是。有一咁多人辭咗職嘅時間，係一啲挑戰嘅同時，我自己亦都會見到一啲可能性喺度。至於澳門嗰個模式，對我哋去做一個決定有幾大影響呢？我覺得嗰個影響會有少少嘅，但係正如我自己頭先都一路講，就係我覺得我哋去唔去參選，同佢俾唔俾我哋參選係兩回事嚟嘅。我覺得即如果有一天我哋覺得啊，我真係應該要去參選。我覺得個立法會是 有所為的，可以做到一些工作的，那我就去選，我就不會理他是否批准我入閘，你不批准我入閘是他的事，他資格審查是他的問題，我去不去選就是我自己要答的問題。所以 我其實我一直都鼓勵黨友呢，就是我們是用民主黨我們的一個企位，我們去思考香港的問題的時間，究竟怎樣是對香港未來我們認為是最好的一個選擇。這個去做一個決定之後呢，咁究竟之後人哋係咪容許你入閘，係咪接受你參選？咁呢個就唔係我哋要去諗嘅問題，就係、是、政府要去諗嘅問題。東方係咪又要再問？仲有一條就係啱啱有講啊，民主黨係好願意溝通啊，同政府，即係我哋可以視你為去信民政，其實都算係一種主動接觸溝通。但係你哋會唔會都諗住主動接觸中央政府，咁去釐清翻究竟民主黨即係適唔適合去參選合唔合資格？正如我剛才說，我覺得我們在香港作為一個香港的政黨，我們當然就是告訴他知現在這個制度呢，是令到很多人想參選都沒辦法參選，是會令到很多人是卻步，即是其實你看一看選委會那個登記，那個特別登記，其實 我不知道他公布了那些數字，但我懷疑都不是真的那麼踴躍。你也看到很多民間的團體，他們可能過往其實很多參與，現在可能已經也都有很多就是說、哎、我們都好像沒什麼空間去參與，即我覺得這些這樣的事實我們是會去講給大眾知道。我也都即在那些中間人來到香港的時候，我都是如實地告訴他們，所以突然間我又沒有一個想法，就是、我等我寫封信給習主席先我就真的沒有這個想法的，因為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是我要驚動到他的樣的。但 是香港那件事，就是因為香港政府他有很多的風聲傳了出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們一定要去找他去澄清去釐清。但是 我究竟我們是不是符合參選資格，我又覺得沒理由去、習近平主席請你告訴我們民主黨是否合資格啦，這樣這個又好像有些、奇怪的樣，即是在我們理解一國兩制裡面，我們有沒有參選資格就不應該是中央政府管轄的範圍來的，應該是香港政府的管轄範圍來的。所以、是的，我覺得要看情況而定，即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你說我們一定要去跟國家主席去反映的，那要寫封信給國家主席，我相信我們的黨友也都不會特別反對。就不一定是國家主席，可能是西環那邊，就是比較高層次的。西環都是代表國家主席的嘛，理論上，是不是？即是中聯辦即是如果我們要找中聯辦的話，原因就是因為有些事我們想跟中央政府說，我們才要找中聯辦，我們不會假設中聯辦和中央政府是不同的嘛。是 OK， 好嗎？多謝曬，多謝阿希。好，唔該曬。多謝。Thank you， 唔該曬。隨便個麥一下，唔該曬。大家攞翻曬你哋啲麥啊！